OK，奇怪了，来这跟什么黑咖啡合作，所以我现在是选黑咖啡服，一服变成黑咖啡服啦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鬼啦？一服变成黑咖啡服的是不是名字啊？然后我那一只突然不见了，好生气哦！自己应该是用 FB 吧？哎呀！那怎么办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只能重练了 不过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重练是选衣服，因为好险，它可以选择是不去的，它没有强迫你要去哪里服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快点啦！不过吼，我也不管了啦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家。赶快给你们。那我就懂为什么这类型的游戏一直这么火，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玩法，它这玩法其实蛮多游戏都是这个玩法。那像现在很多网页游戏，它就是网页游戏它的玩法也都是这种。哎，奇怪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没有登录好没？嗯。